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，有一座小四合院。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。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，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，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。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，刚要开张的时候，当时呢，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，就是说，历代就是能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，就是这个跟这个皇家有关系呢。后来咱们就查资料，就是查到了，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空竹，现在在那呢故宫呢。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啊，找人托人，那个东西的人是不让你拿出来的。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，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。咱们这样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。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，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，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。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，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，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。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，喜欢空竹的人，所以说他们就是每天安排2到3个人，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，义务的在那教人抖空。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，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，就是对社会的责任。向下拉线，用线兜住轴，然后这手不要动，这手往出一抛，哎，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，哎，咱们再来一次，对，左外抛，好的，您真棒，您学得真快。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，据考证演变于陀螺，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，所以它又有空中、瓮子、响簧、胡敲等名字。在《水浒传》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，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一声低来一声高，嘹亮声音透碧霄。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。如果按《水浒传》的成书时间来计算，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。800年间，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。那会儿怎么说呢？谁家有一个空竹，那太那什么了，太招人了。那好，很多的小孩子，你这要一抖空竹，都上你这儿来。有人说，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：叫卖声、歌哨声和空竹声。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，歌哨声也逐渐少见，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。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，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。在过去的老北京，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。过去来说，老天桥这一块儿，尤其咱北京这一块儿嘛，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，也比较那什么一点，流行嘛，是吧？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，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，你才去卖这空竹呢。所以说，过去老北京人他对这一块儿来说，要能买一个空竹，那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，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，他是这么一回事。说你哪儿买的空竹？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，他是这么来的，啊，所以这空竹张呢，就是越叫就是叫开了。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，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，像这个单轮的吧，能做成2层、3层。双轮的也能做成4层、6层，
在啊、哎、这样呢，它在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，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，它越大呢，它发出的声音呢，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，但是它盘要小呢，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，就频率比较高。这样呢，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在一块以后呢，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，声音就更好听了，它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。张国良10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，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。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，就跟缝纫机的靠手脚踩，然后手把刀，他是去旋那个轴的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，对吧？是木锉啊，一点一点锉，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锉圆了，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，给它各那会儿相当费劲。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，对，但是你没办法呀。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，他比较严厉啊，我们都怕他，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。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，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，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。现在我拿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半成品。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，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，这里边这个呢，咱们就是叫哨。然后呢，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，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，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。啊，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，太小了也不响。如果口修太大了，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，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。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的。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，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。不过几年下来，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。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，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，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。何况你家又是干这个的，我哎，咱不说有遗传因素吧，也差不多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。他说不像别的孩子，我就是干不下去。不是，你越干越，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自个儿有一种，孩子们更有这种自豪感。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，我这个好。